搞掂，佢真係好有效率啊！唔係呢個轉數快啊，係香港金管局新推出嘅支付系統轉數快啊！轉數快喺9月30日已經開通，可以即時過數俾唔同銀行嘅人，仲唔收手續費添。用轉數快咧就唔使另外單 app 嘅，只要喺本身電話入邊嘅 e-banking 或者電子錢包入邊開通轉數快就得啦。不過唔同嘅銀行 app 入邊嘅界面都有分別噶，中銀就喺小額轉帳裏邊揾到啦。啱啱用咗2分鐘咧就開通咗啦。哦，好似用真拿借錢，等我嗱臨還錢俾佢先。用翻慣用嘅銀行 app 揀翻轉數快，打收錢嗰個人嘅電話號碼之後，再打埋幾錢就過到數啦。搞掂，佢真係好有效率啊！除咗打電話號碼，其實仲可以輸入 email 或者 FPS ID 過數，連 QR code 都得。不過有每日過數限額㗎，用嗰陣就要小心啦。等我整翻个 QR code， 收翻琴日餐饭钱先。咦，原来我打翻个总共金额同埋人数，佢就会自动帮我除翻每个人要收翻几多钱噶。除咗 P2P 过数，其实商户都可以透过 QR code 收钱噶。不过太新出，仲未普及，问咗好多间铺都冇啊。我想问咧，你而家支唔支援转数快俾钱噶？暂时冇啊。咁你哋会唔会考虑申请呢？其实而家都申请紧噶啦。试完发觉真系好方便，虽然咧已经有类似嘅 app 系做紧差唔多嘅嘢，不过佢可以一次过做到过数啦、买嘢，就算交电费、煤气费都只系 scan 个 QR code 就得。不过咧我就试唔到俾钱买嘢，唔知道普及咗之后系咪唔使再带钱出街呢？换生活，落科技 ，Unwell.hk。